家好，我是小红，关注老年养生，关心老年人身心健康。观看前请您动动手指点点订阅，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。汤显祖曾显，情不知所起而一往情深，爱不知所以却至死不渝。女人对你动了情，她就会心甘情愿为你付出，把你当成最重要的人，再也离不开你。不管未来的生活如何，她都会坚定信心陪你勇敢地走下去。在跟你相处的时候，她对你没有任何防备，会主动放下所有的矜持和顾虑，全心全意来爱你。对于女人来说，爱与不爱非常明显，哪怕从来没有说过爱你的话，但她的肢体反应早就表达了浓浓的爱意。在感情里，语言或许会骗人，但身体却是很诚实。女人一旦认定了你，就会情不自禁地把全部的爱给你，陪你共度余生。她主动放下矜持，对你没有设任何防备，默许你靠近他，其实早就对你芳心暗许了。说到底，一个女人默许你触碰两个地方，多半是允许发展亲密关系。别不信，一，默许你触碰她的心事，愿意和你分享小秘密。女人遇到真正心动的男人以后，她会表现得特别有分享欲，什么事情都渴望跟你倾诉。在聊天的时候，她会默许你触碰她的心事，愿意和你分享心底的小秘密。一个女人允许你窥探她的隐私，其实就是爱你的表现。男人遇到了就不要错过。比如你问起女人的心事，她会全部告诉你，无论开心与否都不会对你有一丝的隐瞒。再比如你想知道她以前有没有谈过恋爱，到现在感情状况如何，她也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你。对于以前的感情，她不会掩饰，而是大方地说出来，让你放心，也希望你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，并且他会主动告诉你自己的感情状态，希望找什么样的男朋友。男人细心一点的话，可以从中看出他择偶的标准完全是为你量身定做的。说到底，女人默许你打探他的心事和秘密，以及询问他的感情状况，无非就是对你充满了期许，渴望和你在一起。他的过往会让你知道他对未来的感情有什么期待，也会不经意透露给你，希望你能明白他的心思。如果你主动一点，他会特别兴奋，觉得你是值得深爱的男人，对你会更加青睐。一个女人肯对你敞开心扉，说白了就是很喜欢你，憧憬着和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男人遇到了这样的女人，就不要傻傻的错过了。只要你主动一点，大胆追求，相信会很快俘获她的芳心。爱情不是等来的，女人主动给你默许，其实就是在给你制造机会。只要你牢牢抓住机会，勇敢表白，他一定会坚定选择和你共赴爱情。二，默许你触碰他的身体，不介意有亲密的关系。女人爱不爱你，身体反应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和你相处时，他默许你触碰他的身体，不介意和你有亲密的关系，就是对你动了真情。这样的女人对感情非常真挚，不是跟你玩一玩，而是渴望和你确定关系，共赴未来。只要和你单独相处，他都会给你很多的特权，让你有更多的机会接近他，以此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。比如看到你触碰他的手，他可能只是下意识地躲开一下，但不会真的拒绝你。只要你再次伸手，他肯定会假装挣扎一下，然后就被你握在手里了。再比如你对他开暧昧的玩笑，对他有拥抱和亲吻的举动，他也只是象征性的躲避。只要你坚持，他肯定会妥协。说到底，一个女人真心爱你，才会给你这种特权，默许有肢体上的接触。如果女人不爱你，或者对你的爱有所保留，她肯定不会让你靠近她，更不可能有肢体接触了。女人对心爱的男人是有特殊照顾的，内心认定你了，才会默许和你发展亲密的关系。否则，就算你跟他的关系再好，他也不会让你贸然进入自己的警戒范围，看见你就会有很强的防备。只有真正对你动情的女人，才会默许你的过分举动。
并且不介意暧昧的行为，不管是言语方面还是肢体方面，他都会给你默许，让你有机会来到他的身边，从而快速发展亲密的关系。男人遇到了这样爱你的女人，就不要错过了。只要你真心爱他，相信他一辈子都会对你不离不弃。情感寄语，丁尼生说，只要男女真心相爱，即使最后不成眷属，也还是甜蜜的。女人一旦认定了你，觉得你是值得托付的男人，就会全心全意付出，把最好的一切都给你。要不然怎么说女人在感情里都很盲目呢？因为女人动了真情，她就会坚定地爱你，不管能不能走到最后，她都不想错过你。总结来说，一个女人默许你触碰她两个地方，多半是允许发展亲密关系，默许你触碰她的心意，愿意和你分享小秘密，默许你触碰她的身体，不介意有亲密的关系。对于女人来说，她们的感情有时隐藏得很深，不喜欢直接表达出来，善于用比较委婉的方式来暗示你。所以男人跟女人交往，一定要及时读懂女人的心思，以免错失真爱。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。如果觉得对你有用，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或分享给身边的人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。